品是延续我自己的一个脉络出发，然后我常关注在做一些有关都市计划更新的建筑或者是建案，然后这一次呢，我是选在一个以淡海新市镇为一个舞台，搭建出一个我所想象的一个施工前的画面，就是它都是在一种规划完成前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借由一些投影啊跟实际的影像，还有一些装置的一些不同的关系，去塑造出不同的事件在这个场域里面。嗯，自己有在思考说两河流域之于我自己作品的关系，两河流域淡水河流域之于我自己的关系，就觉得因为我不是在地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很深切的感受去发想比较在地的啊，比较填调的东西，所以我才走一种像事件上一样外挂进来的方式在处理这些作品。就是每当我进入一个城市的某个区块，它就我这个做法有点类似像建商进驻，然后就给你一些口号、一些标语、一些文字，然后他们的那些文字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塑造一个他们认为的一个形象的浓缩版，就是那些看板的文字其实就是他对于这里的浓缩版，而我就觉得其实我在制作的这些过程中其实也有隐约发现，其实自己的这一次的作品就比较还是在我自己的脉络上的一些形式上的或者是议题上的尝试。嗯，